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本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请来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裘丹云二段，为我们带来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中的精彩对局。话说围甲联赛第七轮，老牌劲旅八冠王重庆建设银行队与本届围甲的新贵、拥有三位世界冠军的山东景之酒业队是狭路相逢。在主将之战上啊，重庆队呢派出的是老牌世界冠军古力九段，而山东景之酒业队也是毫不示弱，新科世界冠军棋圣周瑞阳拍马杀出。这两位啊，哎呦，您瞧瞧，一位是出道已久啊，江湖人称古大力的势大力沉的古力，而另一位呢，哎，则是自出道以来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在年轻的一代棋手中啊，号称刚猛第一，是怎生的一个刚猛了得，哎，号称周刚的周瑞阳。您瞧，这两位一相遇，一山不容二虎啊，所有的江湖看客都认为这将是一场尸横遍野的比赛，殊不料比赛的结果却应了另外的一句棋谚，大杀小输赢。哎，预知结果如何，胜负如何，我们呢还是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裘丹云二段为我们细细道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和王源老师为您讲解这盘精彩的对局啊，是由古力九段对阵周瑞阳九段啊。对，这盘棋的精彩呢要特别一些，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一下，很特别。怎么特别的呢？我觉得我们不如看棋吧，是吧？这个古力和周瑞阳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职业高手，没错，世界冠军啊。嗯、周瑞阳还是新的中国棋圣。嗯，对。行，我们看看这盘棋，周瑞阳黑棋。至于我们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这个比赛当中每一场的主将之战，它的重要性，我觉得已经现在我们不需要跟广大棋友再宣传了。对，大家几乎每次都说一遍，都了解了。好，下一步，尖，这两位就是主将。白棋下了一个象小目。象小目。啊，是的。黑棋接着挂。挂角在这儿。白棋二尖高加。黑棋，然后挂一个，哎，从背后再挂一个，再挂一个，挂，哎，挂完了又挂啊。那你的意思，我这个跟大家调侃一下，你要走这个，他是不是要再挂一个？这就有点头晕眼花了，看着不知道怎么找头绪。后来跟这个也差不多。嗯。啊，我们接着看，这招棋我的印象当中，类似的局面下最早是陈祖德九段下的。哦，那就已经很遥远的年代了。70年代末期，嗯，哎，那会儿大家看到这招棋还很吃惊，没见过。啊、好，我们接着往下摆吧。白棋下一招，白棋飞起来，下得从容，嗯，是可以的。最早在大概是90年代末期，在应付这招的时候，像什么李昌镐啊、伊田纪基啊这些应付这些，他们其中一个下法是这个。啊、哦，当时有一个定型是这个。嗯。嗯，那么现在呢，这个从容的下法也是飞起来，看起来这个围棋的创新能力真的是很重要哈、嗯。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说你这个小飞挂完了，人家家里你怎么脱先了？你往那儿挂一个？就像今年这个高考题目啊，北京的高考题目叫做爱迪生看到手机他会意思是、哦、是怎么想的？哦，哎，然后我看到这个高考题目我就一愣啊，嗯、很有意思哈、嗯，就是借此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事。对，但是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创新啊，围棋盘上这个创新是不是每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招法就叫创新、嗯、这个问题将来要追求一个定义准确的话，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它有些东西是盘上存在的、嗯、只不过过去我们没有发现，对，所以它究竟是创造还是发现，这个是很值得回味值得探讨。嗯，我是倾向于呢，就是我们围棋啊，因为是我们中国祖宗发明的嘛、嗯、我们有理由为它感到骄傲和自豪、嗯、所以说实话，有的时候三胡围棋三胡的过一点啊，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嗯、更何况几乎就说不上什么过分的宣传、过分的山胡，是吧？因此呢，它由于很好的模拟了大自然，模拟了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些种种吧，
所以它好多东西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为我们的愚昧、我们的鲁钝，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嗯，但是这个创造和发现可能也就是一线之间的事儿、嗯，也不能把它就是定义的太准确了啊。行，这题外话，算题外话哈、啊。看棋，看棋，下边一道棋挂一个，在这儿。嗯、白棋鼓励九段，哗就进去了。我就说看见这个棋形，因为这盘棋啊，当时他们比赛的时候，我在。有一个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看见这个棋我就说，哎呦，你看寥寥的白棋才第十招棋吧，左边就是一块棋、两块棋、三块棋、四块棋、五块棋、六块棋、七块棋，是吧？眼花缭乱，千头万绪。那么白棋这招棋其实下这个也是可以的吧，要稳一点，但鼓励不会这样下，他不干。那大概黑棋会飞起来吧。哎，你首先小青你跟我说一下下成这样你的感想，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白棋亏了？没觉得呀，这个还早得很吧，我觉得。说不清啊。对啊，这能说白棋亏还是便宜吗？这好像很难讲。我觉得确实很难讲。嗯。要说白棋亏，其实白棋不亏，对，肯定不亏。但是是不是赚了，不知道啊。我们可以设想成这样，小青，这个布局，假如黑棋第一招下这个，嗯，你难不住他吧？对。他要下这个，你就没办法。我大概得。你随便走一边。我也不知道走。比方说，你补一个角。随便走。然后他下一步再挂的时候，你进去的可能性有。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他飞压都是先手，是，所以白棋实际上尖起来是很正常的一招。然后他飞，黑棋再飞补一个、嗯，双方都无可挑剔。嗯，而且黑棋要这样下就能下成这样，对，他可以下成。他选择权力很大、嗯，他就有这个权力，他一分头就能下成这样。嗯，好了，下成这样之后，我们发现左下角白棋两手棋，是这两手棋好呢，还是这样的两手棋好？这个也是白棋两手棋，因为三减一等于二，也是两手棋。你说他是守一个大飞角好，还是这个样子好？没结论，没结论怎么办呢？只有忽略不计。所以就是下成这样之后，白棋不仅不亏，嗯，如果他要非要说他便宜了，你还拿他没办法，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说，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现在一个尖啊，对，白棋可以义无反顾的就尖一个。当然，鼓励九段他是大高手，而且他是这个大力丸，因此他进去当然也完全可以啊。他下棋比较进取一些，那、比较相对于尖一来说，当然尖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嗯，虽然进去了，当然黑棋也不惧怕，跳进去。跳，我们接着看，挺好。飞，然后再一小尖。小尖，在这儿。有味道啊。这黑棋下的很结实，对，很、可控。是这棋如果跳出来呢，当然是所谓局面会大一点，但是这个变化也很多一些啊。嗯、白棋它不见得跳，也许是扎了飞出来。嗯，是的。这个是另外一盘棋。曾瑞阳在这这个尖下的还算比较稳。白棋鼓励脱先不走了哈。对，这是大场。挂一个在那。那么黑棋周瑞阳从上边下这个。他们两个各行其事。各行其事。你下你的，我下我的。那么白棋尖顶，正常的一手，在这儿。对，黑棋下立，立下来，正常。这招棋非常大，下一步横顶，情有可原，因为他是不愿意压出来，他好像是吧？他压一个，他是不是觉得黑棋会长，会长吧？对，算是穿线也长。然后他觉得不舒服是吗？比如说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不满。嗯，但是其实也就是这样了吧，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就干脆吧。算了，就压了。算了，就不要了，别不好意思了。对，就不要不好意思了，这边走一个，就这样也行。是，这样也行。但这个不是鼓励九段的风格。嗯。他嫌这个太直，太平。对。啊，缺乏一些变化。嗯。每就是减少，你看围棋盘算就是对方每那每这个随着每一块棋它的做活，盘上的变化就减少许多。是的，是吧？如果你每走一块棋都是活透的棋，那这个对于有些好战者来说，就现在这些战士们啊，嗯、他们觉得这个围棋太乏味了。由、这个话题呢，也可以知道，你看我们可以用一个示意图就图解了。如果黑棋这块棋现在这样活透了，那么这一代的变化就减少许多。对，是吧？嗯。事实上，这个话题还可以引到坐子棋。嗯，以前就是坐子的吗？对，坐子棋什么呢、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中国的坐子棋先放四个子，为什么它要先放四个子呢？它是为了追求变化，它是为了增加变化，追求乐趣。嗯，为什么呢？他就曾经有说过，以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他就说啊，如果你不放四个坐子的话，一上来你就可以走小目，你甚至还可以走三三，你走了三三这块棋就活了，所以活了这个变化不就少了吗？嗯，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走了星位之后呢，他认为走了星位之后，你这个棋活不了，
你想活也活不了，除非你下一步活，你这个叫重复建设，是吧？你活不了，那么你周围这个变化就不一样了，就增加许多。因此，我当时看到这些，原来坐子的古时候这样子，对他放个坐子是为了增加乐趣、增加变化，他这个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以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总是坐子之后是减少了很多变化，减少。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它减少了变化。因为我们对现在一可以下小木啊、木外啊都可以啊，你甚至下到五五去。你再狠一点，下到六六去，也有人这么干的，不是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很难有准确的结论哈。是的。我觉得我们的祖宗呢，他们原来是空的，棋盘是空的，他们创造了坐子啊。嗯。他这个出发点至少是好的，他想要改革，想要改良，想要增加乐趣，增加变化。嗯。我觉得这个至少是好的，至于他后来效果怎么样，我觉得这话题我们可以探讨。嗯。但基本上呢，大家接近于一致的看法，还是认为呢。愿望是良好的，效果不太好，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还是取消坐子变化更大。哦，我觉得这样更好，更空旷。是这样，这个话题更利于创造。这个要开一个专题讨论才行啊。嗯、我们是说这个活棋这个概念啊、嗯，涉及到了，顺便说一下，然后再看他们的棋。那么鼓励呢，实际上是顶，嗯，它是尖顶完了。对，嗯，然后很顶的。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棋好像被黑棋逼住，确实有点难受。嗯，是吗？总体来说，啊，有这种感觉。一般般，我觉得还一般般。还好是吧？还好，一般般。上早。对，就黑棋这个下蹲呢，可能是稍微有点问题。周瑞阳这个下蹲，我应该往上长吗？要这儿飞。哦，应该飞一个。对，在这儿。应该中间飞，因为这个地方你还是要控制住它。关键你这个棋子放在这儿呢，白棋现在一时半会儿有点麻烦，不是他不是很满意，你搬这个他就退，是吧？你下一步棋有点难受。我如果接上这好像就已经被他便宜了。对啊，也不太对啊。你接他甚至可以考虑就走这个了。嗯。因为你再一搬他拖过就是了嘛。是。如果你要先跨呢，他这个冲呢是凑你的步调了，嗯、但是他单贴出来这是个妖怪，也贴得你非常难受。对，哎，你一长他就冲断，嗯，他永远不冲这一下，这一下是超级俗手。对，他不冲这一下呢，以后保留断，以后保留单拐，嗯，也有可能，甚至有可能冲断你。对，他现在留着，不要走。但总的来说吧，他们这盘棋还是就是说理念的突破，还有招法的突破，突破一些规范，这个表现非常多啊。嗯、就现在的棋呢，我觉得，哎，每一次都要说很自由，很自由哈，确实现在更难用一句话就说。现在的棋它是一个什么结论，是一个长得什么样子，很难、嗯、我们接着看，就这样子飞呢，那么你上班差一点意思，下班它在反攀，这些典型的腾挪的棋形，你几乎只有下蹲不给它借力，那么黑棋可以暂时不走了、嗯、下一步你再吃后手啊，当然也不是说这样白棋不好，就是作为黑棋来说好像是应该外边飞，嗯、结果呢，周瑞阳去 立下去，当然很有劲儿啊，因为他说我下一步就要踹到这儿来，我吃你跟，我吃你，很舒服。好，但是这招棋太好了，白棋跳，对，主力这招风太好了，这黑棋只有渡过，对，这个不渡过被跳下去死了，死了，对，而且他跳下去客气了，他待会儿也可能这样吃你，哦，见到这儿来，这一类的，狠了，所以你必须要补嘛。嗯啊，下边一张棋也这个鼓励已经下得很那个稳了，嗯，因为他知道周瑞阳力量很强，对，好像他有个绰号叫周钢铁的钢，小时候有这么一个绰号，哦，是吗？哎，姓周叫钢铁的钢，是他的一个绰号，啊，就是说他的棋都是很刚硬的，很有力量的，所以你看鼓励现在是先防，嗯，先跳一下，对，哎，啊，黑棋挡住，那下面这个挡，哎呀，这个挡也是，你看确实是太刚。下得很强，对，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一般的思考方法，嗯，就是我们说这个挡它本身就算黑棋要成控它价值很大，对，它不成控就不说了，嗯，那么你这个很大，那么你这个小不小，跳进去哪一个大，邱丹云你告诉我，这个很难判断，知道吧，好了，既然很难判断，那我就说黑棋这个挡意思不大，为什么呢？白棋它就挡这个，我不用动脑筋，嗯，我更高深的学问我也不懂，反正你走一边我走另一边，我就挡住你就完了嘛，把这脚守住，是不是啊？关键是守住脚又有木、嗯、最重要的是一点他活了，嗯，这个太关键了，对、啊、活了变化又少，我活了，我是吧，然后这个地方将来还有板了，搬断挖通这些棋 啊、哦、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黑棋这个挡显然不急，嗯，人家就算活你也不急啊，那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鼓励啊，他也是跟周瑞阳一样，
他们都是就是这个创作的这个冲动啊，坐在围棋边啊，就从开始布局到一直下完，始终没有衰竭的时候，嗯，总想走一些与众不同的。我们接着看，他就长长接上，但是就是确实我也没有说他们这个就非常好，但是确实也没有说他们不好啊，就是现代棋的特点，它不仅仅有围棋理念方面的突破，而且还有具体招法行为规范的突破。嗯，真的就是这样。你看这一下法，这个双，比方说这个长在双，这个过去不会下，为什么呢？邱丹妮，它是这样的。嗯，就是这个情形出现的时候，白棋已经处于一种很有柔软性的状态。对。什么柔软性呢？第一个不怕你这个冲。你冲这个，我就那子就不要了呗。你这个子多了，他不要了。第二个，他不怕你这个冲断。冲断这个，那就更不怕了。对。你断这儿，我拐出去就是了。对，你吃一边，另一边受伤。是啊，你这不是兄弟打架吗？嗯，哎，所以他也不怕。既然这两个冲断都不怕，那他走棋干什么呢？至少不急吧。好了，如果你将来走这个嘛，根据情况他也可以双顶。对，他甚至还可以考虑先扳试应手，这个变化非常多啊，很有趣。但是就没法再扳了。换句话说呢，就是本来照我这种老家伙的观念，这个地方我一看这个棋形我就知道不走了，嗯，然后我就斩草除根，把脚上房子啊。对，但是人家现在这个高手他就是要挖掘新的东西，他就要走，你看他，而且他走的也很精彩啊，他就走，他是一种把自己补强，然后呢他不单单是要把自己补强，关键是接下来他要对黑棋产生一些攻击，对，所以他才这样下的，不然的话他是不会这样下。像这个呢，就属于先把自己做活，脚跟先站稳的下法，就是，但是他不肯，很有味道。嗯，哎呀，还是在想这个，你说现在的水果和过去你小时候吃的水果味道怎么样？还一样吗？你觉得？或者是巧克力？现在你吃的好像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巧克力比以前要好吃。你是觉得比以前好吃哈？啊，那也是一种。所以他同样的人，同样的东西，他这个招法，还有味道，这些他看待的角度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对，是的。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愿意去看到更多的东西，挖掘更多的东西，这个确实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下边一道棋，周瑞阳要补啊，所以他中间飞，不然的话被人家冲一下。对，这个就瘪了。底下已经哗啦啦了都。瘪了，所以他补棋之前先刺你。嗯。那么古历九段呢，下一招这个也是厉害的一招，所以他们两位碰的有意思。这也是当初白棋之所以双在这里的目标，他就是说，如果说你这儿不补呢，我就冲你一下，哎，让你退，你要挡着我打了街上，你也不舒服。你要补这边呢，我就往这边进去。对，是这样子。他是要劲儿，要咬合上哈，挺有意思。但是如果普通的下跳这个可以，还有挡那个也行。对，这个跳完让他回去，你再走任何大场就行，因为世界上大的地方很多。嗯。但是他们两位这个棋风就容易下成这样。所以他下这个，下一步周瑞阳也很邪，他就走这个出来。因为本来呢这个棋形现在是这个从容，嗯，这个非从容，因为你不理我，下一步甚至这个就封住了。嗯，当然我还不肯花钱立刻就封，如果你不理我，可能先跳进去。对啊，跳这个然后逼白棋往外跑。对啊，你现在这整块棋都没活。本来这个是正常的棋形，同时呢这个也符合过去的一个格言，嗯，叫压强不压弱。大家知道双飞燕定式周边有一个压强不压弱的说法，对，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呢以前我们也议论过，就是你不能从表面现象来判断哪一边强哪一边弱，嗯，但是这个道理是很好的。你看这个棋也出现过就是已经展现了一个所谓我们要考虑压强不压弱的问题。为什么要靠强的近一点呢？这个强又不是铜墙铁壁，嗯，就是因为你棋子靠人家弱的太近了，反而帮人家整形，嗯，啊，这个就是要离他远一点，所以他才会压强不压弱。现在就是压强不压弱，很好的一个例子。这一对棋子肯定比他强。嗯。那么你走在这儿了之后，把力往这边使，反正他也跨不断。将来你有机会反攻倒算在这儿或者在这儿。对，这步棋是必抢的一步大场。对。结果呢，不，他就要下这个。对。挺有意思的。然后下一步古力也很有意思。这个棋形过去是没有人贴这个的。嗯。他总是先走这个。对。啊，如果你要压他这个子还可以，除了退还可以有别的下法，比方说双飞燕，嗯，相继而行等等，可以走别的。好，这古力他还偏要贴，周瑞阳也是偏要尖冲偏要跳，我就说这种棋自由好还是自由好？嗯，自由我们看到的招法多，过去这样的棋是
是很少见的。是。它一个是那样的奇形，这样的奇形很少见。嗯。还有呢，就是这种形棋的韵味很少见。嗯。过去的韵味跟现在是不同的，现在更自由，确实可以说现在更好、更精彩啊。当然，过去的游戏规范也是有道理的。这就这么纠结，你说说了半天，你究竟在说什么？广大棋友就要问，听你半天，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啊，就是意思意思。啊，他现在来找这个。嗯，胡一个。这是杨谷，搬。搬。对，这个每一招都有很多故事。在这。哎，不多说了。点，那么白棋当然现在不能接，就被他靠下去了，所以他先刺，接上，接上，再尖，好，尖这个，哎，很好的故事。那么周瑞阳现在骑虎难下，他认为，所以他必须要断，他就断了啊、嗯。其实现在什么都不走，直接跳那个也可以。这也很巨大了，白棋必须要硬吧，不然被封一个，这脚上怎么活？对，就快死了。对，必须要硬，然后再说。哦、大概得飞出来吧、嗯，大致上是这样。下到这儿，可能有些棋友心里就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位，一位是辈分高一点的，啊，世界第一的高手，嗯，一位是现在可以说最近是中国第一的高手，嗯、啊，这个形势下呢，现在究竟谁好啊？就要问，你觉得谁好？这个局面尚早嘛，就没有这个啊、嗯。如果说这样的话，嗯。依然很难说，因为在这一代还很纠结，所以远远不能说告一段落，在这儿还得继续进行呢。嗯，您觉得怎么样呢？我感到白棋稍稍好一点，稍稍不错。对、嗯，但是这个好像很有限。很有限。反正慢慢或者这个程度，这个表达方式比较好。如果让我下，我愿意下白棋。哦、嗯。哎，这个表达是好。哎，对，这个还不错。我也没说谁好，反正我愿意下这个。那么接下来轮到黑棋下了，黑棋是不是要跳进去攻击他这块棋呢？还是要在这一带有所什么作为啊、嗯？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周瑞阳和古力的精彩对局啊、嗯。刚才呢，王老师说要跳进去，先逼他飞出来。那么在这一带，他要怎么进行是个问题。暂时呢，黑棋没有跳。对，但是就不一定啊，只是说在思考的时候，因为黑棋毕竟封住这个，让他去做活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嗯、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没多少钱。你这个挡住是有目的哈。好，周瑞阳在这儿，他就硬碰硬。他断了。直接断。古力当然搬，他一退，再一贴，这是绝先。嗯。黑棋再一长。跳下来。跳下来，因为白棋这个定型太好了。这个定型，刚才黑棋放在棋盘上第一个棋子啊，星位，现在被人家全部合围了，是的，搞不好还要成人家的盘中餐呢、啊。嗯，黑棋当然形成了一些后势，但是这个后势干什么用？它能够兑换成多少现金、嗯？这个是一个问题。其实下到这里的时候，总体来说，第一感觉总是觉得白棋还不错。嗯。但是呢，这个不错，首先很有限。而且呢，你这个以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下一步周瑞阳跳的好棋。啊、哦。白棋这个底子出头。嗯。然后黑棋下一招是冲是吧？嗯、他下的好坚实。对。特别厚实。因为他这个走的挺厚，因为将来要威胁白棋的边角的时候，也许这个子白棋可以先手拉回去。嗯。那么整个这块黑棋呢，还没有活透。白棋特别着急的是，这是先手补断。对，你拐，你拐一退，走这儿。哎，先不是先手把你的眼位破了，没错，有这种可能性。嗯、所以周瑞阳在这决定就是下得很厚，冲，挡，断挡。他把自己的这块棋，两个眼瞪得圆圆的。但是我们发现他，当然他这个也是围着圈圈在吃棋子，我们知道这个效率本身是不高的。没错。从目数上来说，它这个价值并不是很大。啊，我们接着看。嗯。白棋点三三了。点三三，哇，这个大。这个是鼓励是哎，一走这个脚基本上全部吃掉，对、啊，这个太大，等于说在那儿已经连下了两步巨大的，一个跳下去一个点三三，没有，他是先冲了一下，哦，他先冲，先冲，这个冲有很多故事，这个冲可能是周瑞阳一冲断，因为他们主将战啊，我们光看棋谱呢，还要了解一些别的情况啊、嗯，就可以推测，主将战时间也相对富裕，两个半小时左右，对，哎，这两位都是快棋高手，也是。这样的印象哈、嗯，但是下棋的时候，他不可能每一招棋都是三思而后行，嗯，所以有些棋会下得很快，比方说周瑞阳一冲一走，啪嚓一吃，这一秒钟，棋子刚放在盘上，古力马上跟他一冲，周瑞阳一看这个气势上不能输，
这是我猜想的啊，但实际上这个盘上随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围棋一盘好的对局不仅仅是技艺境界，同时也是情感，也是情绪啊。是的。那么一秒钟不用，啪一冲，周瑞阳拿起棋子，砰就一挡，我就说这种可能性很大。嗯。为什么呢？因为黑棋本来还有一个选择是要挤的。对，是。这是要挤的。这个局部呢，就是说。他冲的时候是可以挤，也可以单度过，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如果说挤的话，那么白棋局部是做不活的，在这儿。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觉得挤的可能性还是大一点？就是挤，正确的可能性大一点。哦。它是正确的，但是可能性大一点。度过呢，没有百分之百的纯度，这个可能性大一点。啊，但是它背后也有故事。就是什么呢？一旦挤了，这个交换完了，接住。就是围棋盘上的有些话题一言难尽啊，真的是这样。一旦他这个地方补回来的时候，对，你将来顶在这儿，这个里头的这个味道会不同一点。嗯。此外，在一定有接应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先冲？这个情况也会味道不一样。嗯。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就是戏剧性的是鼓励，在周瑞阳一冲一挡。就周瑞阳冲这个一秒钟没有，就算好了就下鼓励挡，这个不用一秒钟，节约一秒钟是一秒，一挡让周瑞阳啪，这个也一定要下的，所以也是一秒钟都没有。下一招棋鼓励飞快的在这一冲，也我推测也是一秒钟都没有。嗯，然后周瑞阳气势上不能输，帮跟着来硬。就我们这个职业高手，他们在重大胜负当中，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看招谱，招这个谱啊，都是黑一白二黑三白四啊。对对对。但其实，在一招棋与一招棋之间，它有很多的故事。有些时候也许是一秒紧的一秒，嗯，有些时候也许是哎呀抓耳挠腮半天，你看见黑一，结果他考虑了半小时再给你把白二放上去，这种可能性也有。这像这个地方，如果说要做思考的话，人家冲的时候我到底是挤还是度过，那你有的纠结了。嗯。可能要纠结半个小时也纠结不清楚，最后还是纠结不清楚我到底应该下哪个。对，所以像这种抉择特别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建议大家，我觉得这种地方还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有可能后面需要花时间的地方更多。我们棋友无所谓对，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对，理解职业高手的棋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加进去。嗯，但是在判断究竟应该度还是先挤了再度呢，其实依据一个标准就行了。嗯，就是白棋在哪一种情况下它有可能做活。嗯，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不挤，白棋有可能做活，所以黑棋应该挤掉。哎，你这样想逻辑就清楚。好，议论了半天，我们再来看实战。度过，他度过了，然后白棋就他觉得你度过他没有挤，所以他就留有一个后门啊。挺鬼的，我觉得把这个解读为鼓励很狡猾，这盘棋我们看起来这个味道更足，是吧？好，他把它吃掉。嗯，接着我们看周瑞阳靠这个，对，他还想威胁他嘛，是退长一个，对，然后周瑞阳下一步这个退稍微我觉得是值得探讨，当然也还好哈。嗯，就是第一个攻白棋，但是攻了半天这一串棋子究竟有什么用，嗯，有多大的用，这边白棋已经是这样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如果不走这个，你说白棋下一招我就把眼给你破了，你下一招你怎么下，也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看你白棋要搬他都可以断嘛，对，他搬都不怕你。第三一个，就算要走，好像这个接着贴也是可以考虑的，你这边不已经是铁了吗？对，他如果说因为刚才已经花了一手棋在这儿，这手棋从目数的价值来说肯定不如那个点角大。嗯，那么你已经把自己变成铁了，你中间当然想要使出最狠的招法。对，我觉得这个贴完全可以考虑，你甚至可以一路压过，就是一路压。那我都已经就是都吃成这样了，我要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他这招棋我觉得应该是还手。是。那么鼓励很狡猾，马上你加。考验你一下。对，黑棋当然局部是有手筋，但白棋已经靠这个。白棋翻，白棋已经在脚上做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防守，当然他这个叫做断尾求生啊。嗯。割须弃袍啊，贴上，被两个子拔掉还是大，但是白棋毕竟老命，暂时可以保住了。简单说来，就是上边这个地方白棋已经先手一只眼，对，有一只先手眼，黑棋必须要破，但是白棋有一只先手眼，这儿有半个眼，嗯，所以
这不是，这没有半个眼，但是他要防这个半个眼的时候啊，官子很大。他人家可以先走一个，人家先走这个啊，你要破眼吗？你要吃他必须吃这个。走这儿。对，然后他中间再落荒而逃。对，人家先手把这两个子连回来。对，这就你。这个是周瑞阳受不了的。是。因为职业高手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残迷。对，这木数抠得很紧。对盘上的木啊，非常敏感。极其敏感。平常呢，他可以大大方方请你吃一顿饭，对吧？花多少钱都好说，但是让他损一木棋啊，那比割他肉还难受。对，是。啊。所以这地方他受不了，你做活之前你还拴我一下，所以周瑞阳呢就把这儿放下不走。那么这块白棋固然是周瑞阳这招棋缓了，但总体上说来，在人家的后势面前，您没有活透，周围的变化就会受到牵制。没错，是这样的。哎，好，所以这棋呢，想看具体来说，黑棋还是很厚实。厚实，但是我还是觉得白棋不错。对，白棋目数要多一些。黑棋下一招棋这个挂，这个挂呢，我主要是有个这个问题，小球，就是我们来看看看全局嘛。你也不能简单说黑棋就劣势了哈。问题是右上角这一带，你说黑棋挡一个的时候，它有什么故事？因为被你点了三了，是死了吗？我不要了吗？我挡。我给大家讲这个地方的故事，就是打，如果他一走嘛，当然这边有一点借用。但是你碰到一个最厉害的人，他扎兵吃你，然后我把这个图形放在这儿停顿半秒钟，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棋友大家感受一下。哦，黑棋把白棋是不是吃掉了？是吃掉了吗？这局部白棋有一个尖二二的手法。对，我相信大家会心一笑，这一尖左右逢源。关键你这个渡不回去，打吃接上。你说你兼这个管用，人家这个叫吃先手，他再搬过来就行了。对，因此了解了透视了这个棋形，就会发现什么呢？当黑棋挡这个的时候啊，不一定挡得到。白棋有可能这样吃你。好了，再把这个问题和左下角这个变化联系起来思考。就是左下角呢，白棋就黑棋这个下法肯定是有问题，因为白棋从这一出去之后，你这几个子没用了。用处不大了，是吧？所以呢，黑棋很想用局部这样一个普通情况下很勉强的脱了虎下法，如果说他长，那就简单。没有，他打我都是走这个，你走什么我都虎住，我都是给你打劫。就是正由于右上角有这个情况，所以我要用这个地方打劫。我要问你，我用这个当劫材，你受得了吗？你打吃我都是崩的，我这个不会给你转换的。是不是啊？那么你提回来，这不是正好吗？他一挡，我本来我就要想问你，你印在哪儿啊？还不知道怎么样。哎，你现在最强是印这个吧？把我吃了，那我这个叫劫财无数，我是死了，劫财无数，这个劫我是无条件打赢。那么这个劫一旦无条件打赢，意味着什么呢？小球，这个劫如果黑棋无条件能够打赢的话，当然白棋可以下两手哈。我们发现这一代白棋没棋补。他不知道怎么连一个连不上，一个连不上，他还有穿线，有个穿。你这个人家有跨断，这有跨断。对，你高材人家有憋断。你总是没连好，反正没连，没有一个是能没连踏踏实实连上的。如果你没连好，我这几个子就有作用。就脸面就没有丢。所以我是强烈建议黑棋在左下角打劫。因为这有劫材，我们再看实战。结果呢，后来周瑞阳下的这个，他走这个，这个人家鼓励是确实是这个老辣许多啊，尖顶，尖顶，周瑞阳这个看起来是要长啊，再尖顶，再尖顶，看看再长啊，大智若愚，然后一钉并出来，因为你要盖住嘛，对，好，那么这招棋你再不走，你要走这个是吧，这太巨大了，你必须要走这个。好了，他下一步棋在尖这儿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个这些棋全部没用了，而且这两个子死得特别干净，你一点招法都没有，你发现对，完全没有可能性跑出来，像你这种尖，那随便照一个就把你照死。对，后来但是周瑞阳也下得很好，下出味道哈。对，但总的来说这个前进的方向我们发现，一看这个棋就周瑞阳现在也许下鼓励不见得下得赢他，但是在这个棋的内涵这一方面呢，还是要向鼓励大哥好好学习，希望周瑞阳以后是越来越好啊。因此这段一看显然方向有问题，是吧？刚才要是打劫的话就妙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吧。黑棋先打吃，像成这样，黑棋先叫吃，当然白棋是要接上，然后再打，再打，他这会儿再打。下边一道棋我觉得可以解读为，要么是鼓励觉得形势不错，就尖一个算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觉得形势不错，是不是又高兴了？因为棋手他肯定有放松的。是的，就所谓骄兵嘛哈，
骄兵，骄兵哀兵，他会嘛，他人是动物啊，他有情感嘛，他行事顺利的时候他就是会得意，是不是啊？人嘛就是有人来疯啊，对，这个就没有办法，是人嘛，不是机器，所以不然呢，我觉得假如换一个情况，同时对手变成李世石的话，你赶走这个，他肯定是这种东西来吃你。但是他王老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他拍到一下，我觉得他还是有用的。嗯，他这用处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现在煎这个，不知道会怎么样。嗯，对，反正他还是有这个，然后你就不要了，都不要了。不是打药，我得尝，我这不得不尝。对吧？啊，怎么样？这个？您现在搬是搬不过，然后我立下去是先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立下去是先手，可能会有些变化啊。对，里边和外边的杀气，然后他立下去挡，即使他这儿哇打击，还有可能，还有可能，也有可能啊、对。所以呢，我就说嘛，一个是劫财多，变化多，对，是吧？还有一个形势如何？嗯，如果全局形势觉得不错，那就减少这些纠结。对他肯定会想一点办法，不是说你一盯他就死了，那就对，对好像有点太那个了。那么这地方带来的故事就是这些内容挺好的啊。那么鼓励呢，实际上他就选择了这个尖。对，他就选择这个尖，这个还没打。嗯，很好啊，尖。哎，那么周瑞阳走这个是吧？对，他要利用这两个词，减少损失。是。那么下一招棋有所收获，他搬这个。对，他在拐，这个是白棋下的最稳的。嗯。这个棋可能也就是这样下吧。对，嗯，他如果单搬的话也不舒服。他搬是不太好，但是跳是可以考虑的。跳这个是吧？对，跳是可以考虑的。嗯，就算了，因为他觉得还是形势不错，所以简简单单关。那周瑞阳退。确实，其实白棋这两个角吃的还是很肥的。对。这目数很大呀，看起来。但周瑞阳呢也下得很灵活，这个地方他立刻不走了，在这个。啊，对。是不是啊？他先尖顶了。先尖顶了是吧？先尖顶。啊，先尖顶。对，期望因为这有铁后。嗯，右边这一带，看上去有发展的可能，关键是这块棋没活。对，哎，这很重要。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白棋也不敢轻举妄动。其实按理来说，人家尖顶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往这一带进去，进入。嗯，对对对，啊，这个比如说这一带，这个最稳。对，这个追求一下是，就这个最稳啊，嗯，是可以的。但是战火一烧起来了，这块棋对那块棋怎么样？嗯，就不知道。那么何去何从呢？就要看全局形势怎么样。对，是的。形势好的一方，甚至是优势的一方，他就要想办法调控。嗯。哎，那么形势优势一方调控，它意义在哪儿呢？也是以前给大家说到过，就为什么围棋盘上有个见好就收呢？嗯。就是你开始形势优势了，后边为什么你要调控它？你要掌控它？你说我不用掌控，我该冲就冲，该杀就杀，好像很厉害哈。嗯。但其实如果你不掌控，不是见好就收的话，就意味着刚才你千辛万苦建立的优势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随时准备跟对方摊牌，嗯，是不是？你随时准备把桌上的筹码全部推出去，那你这个，那这个优势没优势没，你优势没用，没区别，对，永远你在翻硬币。但是这个优势这个东西确实你有一点儿你是很难掌控得住，即使像他们这样水平的人都很难，很难，很难，对。确实，我们看他们结果呢，可控，本身这个也大，也不丢脸，这刀棋也不丢脸。他这样一来的话，这块棋就彻底活了，因为这里有一只后手眼，上面你要破它的话，它是一只先手眼。对对，你不走它已经活了嘛？铁活了嘛？对，铁活。同时把这两块子勾回来了嘛？是。同时这儿还有冲下去的味道嘛？对，这个目数也挺大的。是。但这个优势并没有很大，就这个地方黑棋周瑞阳还是下得很好。对。下一刀棋尤其是下的啊，他搬一下。他搬一下，在这。就这盘棋呢，跟大家想象当中的周瑞阳和古力肯定是血雨腥风啊，怎么样，刀光剑影啊，嗯，还不一样，他是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对，啊，他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嗯，但实际上还是刀光剑影的。嗯。白棋尖住，在这，他要吃掉他。嗯。然后黑棋又飞了他一下。又飞。哎，你会发现原来看起来吃的很饱满的形状，这目数很肥的地方突然被人左也挤一下，右也挤一下，后来发现这扣掉好多目一下子。嗯嗯。白棋对下一招是一个也是非常有文章的一招。先搬一下在这儿。就本来呢，嗯，白棋简单冲一下就完了，但古力呢他这个东西非要去搬。对。嗯，等于这个问题我们这样来看，就是他一搬人家一立。是不是啊？没有任何变化。嗯，黑棋有这个选择权，一搬它就一立。那么白棋这个搬的好处在哪儿呢？
就和他刚才一冲一挡再一打吃你一接一模一样。那么如果他不冲这一下，他单单也迫使你力鼓励他内心的一个他追求的东西一个满足的职业高手，他这种素质就是我节省了一枚劫财，对，同时我少撞一气，是。而这两个指标啊，也可能从天亮到天黑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但它有很好的精神上的作用。是的，就是说你千辛万苦，就算你达到目的了，也不过就是这个成就。嗯，但是也有可能生变，后来就生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啊，也是现在这个棋局当中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棋手他的个性化非常鲜明。嗯。那确实跟现在社会上的一些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都有，百家争鸣，对对对，百花齐放，嗯，这样这个棋看起来才好看嘛，才好看，对，是这样的，嗯，所以他搬一个，他让黑棋让你选，哎，你可以选，你是断了我呢，还是立下去？对，给你选择的机会，对，这让黑棋有些犹豫，我到底是断还是立？是，现在他们的特点哈，我们看，实际上呢，我还是建议白棋要么不走，要走就还是冲一下就冲掉算了，啊，好，鼓励他就搬。那么周瑞阳当然断，接下来带来很多故事，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就有可能损了，冲掉了。对，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损？就是在白棋单冲，黑棋因为某种理由不能忍受白棋打了接的时候，嗯，因为白棋打了接暂时是后手，嗯，我给大家看，这个是围棋盘上我们的棋友如果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品味的话，当然我估计也很难啊。愿意品味的话，你会体会到他们棋手一招棋他背后的思想情感啊，还有他的好恶。下成这样，如果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因为某种理由不愿意白棋下成这样的话，那么你冲他就要单退，是吧？对。他因为某种理由不愿意你把他搬了接嘛，哈。嗯。好，这会儿我们就发现白棋就等于实战的下法，就等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黑棋完全有可能下成这样的时候，他时机不好的去搬了一个，这一搬有可能损了一个顶搬搬，你看再给大家看一顶，你肯定要走，他需要走，他走这个，他需要的时候搬搬或者是尖顶，他有这些手段。对，在这边可能会差一些。对，目数呢损的还好，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还好目数损的还好，但这边就差一个这个，这个差一个这个就差很多了。对，是的。啊，后来就像这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地方，我们打谱也可以不注意，但是既然在这儿到这个地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很好，这个古丽的这个人物形象就很深刻很生动啊，他下棋很深刻的那种形象就很生动。嗯，白棋挡下来，挡住在这儿，嗯，然后黑棋挤挤，你断掉，这里头有些变化，我估计是不是我们节目时间都不见得够容许我们把这些地方都讲得很细。你比方说这段白棋有一个选择是可以加的，那么黑棋就把它接回去，黑棋把它接回去，这个也很大。那白棋呢，在这个地方他又说我下这个，我要把这个连上啊，我们在这个妙手百利过去的一些古书上有，我走这个，那么你看上去是要冲，那我就走这儿，对，他要冲，然后你看上去没办法，你只有提，你那他再一接，白棋再一接，白棋接上，对，画一手棋一接。嗯，这会儿我们发现有一天这段黑棋联络不善的时候，这块棋没活，这是个假眼，是吧？对，那么涉及到这个变化内容，但是后来再仔细一看呢，你一路飞固然是妙手，人家一路接也是单粘，人家单粘是妙手啊，就这些内容啊，嗯，你要贴回来的时候人家可以挤，这连上了，而且人家这个现在是个真眼，真眼，这跟刚才学很大啊，这变化内容就简单说到不说了。古丽九段呢，他就是非常喜欢这些味道，所以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搬。哎，好，结果他是走这个，黑棋断。哎，黑棋现在没断吧？现在就断了。现在断了。断了。然后白棋先加了一下。对，先加什么妙手？接上。对。再拍吃一下，管，白棋把这个粘回去了，是这么下的吗？哎，没有，他次序不对。哦，他是走成这样，没有马上定型。他先走了别的，是吗？先走了别的。嗯嗯嗯。这样吧，我们还是把这个棋下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故事给大家简单讲的，没法深入讲了，因为先留下，变化太多了。先留一下。先留一下，先留一下。然后黑棋呢，先保留了一下，他先走了个别的了。嗯嗯。他到底走了什么呢？让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古丽和周瑞阳的精彩对局。
刚才呢，黑棋刚刚在这儿，上面飞了一下，底下飞了一下。对。结果呢，他又不走了，脱线了。不走了，因为右边有大场。周瑞阳这段也下得很好，就这招棋下得很好。对。一般的感觉呢，其实是不是低一点啊？但低一点呢，这个形势我觉得是黑棋稍稍吃紧一些，所以他要争取一下高一点。但高一点呢，明显留下一个，就几乎白棋在第一时间就可以走这个。你只要走这个，我马上就走这个。哎，这个也是很耐人寻味哈。嗯，是的。那么古力呢是周瑞阳必须要这样下。嗯。那个古力他就选择了这个长。出来，他先拍吃了一下，在断吃。啊，先拍吃啊，这拍吃这小地方也有故事。啊。就是本来黑棋是应该提的，后来呢，但是周瑞阳有他的特别的考虑啊。本来黑棋是应该提掉，提掉这个头就是硬头。但是提掉这个目数就提掉目数是这也没有亏，就他吃回去的时候他就没亏啊。对对，是他亏是亏在被你吃着的这个可能性上，就白棋一旦吃着他目数亏一点。是的。但是他外边变成铁头了。嗯。那么为什么他现在这么重视现实，他不愿意吃亏呢？嗯。全局形势吃紧，如果黑棋形势占优，他一定是把这个提掉。嗯。啊，但后来我们也没想到，周瑞阳这招棋本来是不对的，后来变成好棋了。好，现在看白棋长，白棋长出来了，黑棋飞，这个白棋当然这块就要处理，好呀，然后长，对，下面一招棋也是周瑞阳很有故事的一招，接住，这棋可能还是形势黑棋稍差，他有也许有这个意识，嗯，不然呢，这招棋本来应该下这个，单立一个，对，下这个，现在这个棋形应该下这个，哦，因为这个棋形现在的接啊，它空间不够，一旦被白棋立下来，你这个棋还不知道。脚上怎么补呢？两边都漏着风，不对，是吧？是不是啊？甚至，这一路好像还有一些怪头怪脑的东西。就这个棋形很讨厌。嗯。大家要补的话，只能虎在这儿。如果挡在这儿，人家一搬粘一先手，这底下都已没剩几目了，你就。对，他这个就是白棋，如果要拼胜负，同时劫财有利的话。人家恨不得直接给你走到这儿。不仅仅是搬粘先手，搬虎都很讨厌。啊，下一步一踹你一硬，他先手把你眼睛就破了。你还没活。所以这个棋就这意思啊。因此黑棋这招棋呢，本来这个蹲也是挺好，这蹲呢白棋你不走他开推土机了，对，你几乎只能压，嗯，那么他一长，你这块棋还没有好，现在不知道你走这个肯不肯，你走这个就算他补一个他这边要强了，是的，是吧，那么下一招棋甚至你还有一个难受，你走这个你当心他也收到这儿来了，他还要跳进来，嗯，啊，就这个意思，这个周瑞阳呢选择了接，那么古力当然你一接他大大方方一盖是吧，拐一个，嗯，这个是觉得形势好了，进一步确认，不然呢这招棋要拼胜负的话就走这个垫进去，嗯，对，此外那个家也很大，是的是，古力现在大棋很多，看得出来他认为形势还是不错，嗯，他挤了一个挤，嗯，冲过来，对，然后断掉，这棋的故事太多，每个地方家，这个家是妙手，此时此刻这个家是妙手，接上他先走然后再拍吃，如果你拍吃完了这个家就永远加不着了，加不着了，对啊，但是这盘棋能够肯定的有一招棋就接近于肯定的，就是这个招棋，这个也是古力的性格，如果说这个扳不一定的话，就他还想保留这个，我是当时直播的时候我一看这个棋我就替古力着急，要不赶紧你这个不是你不打现在打将来就不可能打不到了，嗯，他居然这个地方还在惦记着将来要滚打包收人家这个，就是说他物尽其用吧，有的时候追求的太过分了，嗯，哎，这个就是太过了，基本上来说这个翻吃的可能性很小，对，总是往那边打，因为你这个翻吃的话，除非你大不了不要了嘛，除非你这儿就是要人家命了，人家要命的时候他也不要了，对，你反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用语言逻辑来解释完了这招棋是没有的，嗯，用语言逻辑就是小秋刚才说那个，你想用这个滚打包收来攻击这边某一个目标的时候，这个本来就实木棋人家不要了，你不要说现在的滚打包收没有，将来你就是不滚打包收都不一定有，你这个接完了这个都没有，所以现在是第一时间吃这个最好的，你打掉就完了，他可能觉得有点俗想跑，没有，他就是棋太快，鼓励的棋太快，就是看清楚一条路子的时候这个棋太快，所以有的时候在路中间稍微需要踩一脚刹车的时候，哎，稍微徘徊一下，他那个什么了，好，这个地方后来就，这个叫做酿成了恶果，对，啊，黑棋接上了，黑棋接，这个接太大，巨大，嗯，下面一招棋跳，嗯，黑棋弯了，因为在人家一接，就人家一接，
这一瞬间，本身呢，我们在做刑事判断的时候，黑棋这个街就是先手，就一旦黑棋成空的时候，对，一般就算作他的权利，你就补一个就完了啊。本来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呢，他确实心里又不肯，也许下到这儿，就是他一打吃一藏一接。周瑞元接的瞬间，古丽眼睛一瞄，这个发现他刚才下错了。我没打掉。他一瞬间意识到，所以这个情绪有点不对。就是我们这个当然不能解释哈，就是不能证明，但是可以想象嘛。因为棋手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棋盘上出现问题，小球它是什么呢？我刚才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我一直不知道的话，我水平不够，那我就什么都眼不见心不烦。最怕就是一犯了错误，立刻意识到，马上就知道，而且还扭转不了。而且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因为你这个错误一般都是很明显，这显然是很明显的。对，那个会影响心情，绝对会影响。他会急躁，除非你能马上能够调节过来，那种人显然是情商非常高的。就他，对，永远他都在面对现实，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就接受，永远都这样的话，这样的人确实在围棋上就是强，就大师级的，就绝顶高手啊。没错，就怕你随时。无一日三省吾身，随时都发现自己的不足。哎呀自己后悔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他为什么下这个。那么这招棋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那会儿下的时候我做了直播，当时是我和这个女国手王湘云解说。当时就问他，哎，我说王湘云，你帮我数一数这个地方有多少空啊？这个巨大。王湘云一算，他说，哎呀，这个十五目棋都打不住了，而且是先手十五目，基本上啊。不是先手十五目，就是十五目打不住，冲二十目的呀。对，这个太大。哪有比这个更实惠的，是吧？所以这招棋太大，应该走，但是他走这个，他当然他也有他的所图啊，很精彩。黑棋下一招周瑞阳弯，接上这招棋断然不能跳，这一跳就不是周瑞阳了。啊，那古丽再把这个一走，他就来了。就被人家欺负的太不像话了。紧紧一口咬住，这会儿古丽还有机会。补回去，但是呢，后来他这个牙掉了，咽在肚里，而且他也有他的一些理想，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接。接住。哇，这个被周瑞阳一夹住，心疼死了，这个目数简直是。这个后来最终定型，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再来算一算这招棋究竟有多大啊？全盘没有办法从那儿找回来的。好，地方了。古丽九段是准备一下，对，先做一个准备，118，黑棋119扳住，然后他也。尖下尖下120点进去121，哇，人家也是有准备的，也不是就是热血一拥哈、就这么下了，也不是说好像这上面就不肯硬啊想着脱先了，就在底下头脑发热就跳了一个，他还是有后续手段在那儿准备着的。这个透点是他惦记着的一个好棋，简单说来就是这样，你走这个，然后贴回来，贴回来，对，还有冲断，冲断，一拐打，一爬就行了。对，一爬就行了。这个黑棋这个尖尖不到了，正好被挤挤死了，挤死了，差一口气。这个挤是好手，挤死了。是，如果能尖到呢就行了，一挡他就把黑棋吃了。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能理解打谱打到这儿的时候为什么鼓励一点周瑞阳要尖这个，然后被他贴到这儿。对，贴到这儿，那这个渡回去也很大。爬回去，形成转换。究竟谁怎么样不知道哈？我们接着往下看，24、25，白棋26，渡过在这儿。他这是先手。这是先手，26对。但是黑棋呢，也走了一系列先手，先扎了一下。28必须接上。跳进去。29跳，白棋必须把这个补回去。这会儿我们发现。周瑞阳刚才这个坏有疑问的棋现在变成最好的，因为如果你是刚才你是提掉的话，白棋要补就吃到这儿来了，对，然后他再接上了嘛，是吧？这个目数差了好几步，这个地方也是古丽的一个悲哀，人家刚才一招棋不怎么样的结果变成好棋啊，吃掉啊，吃。现在我趁着还记得我要算一算这个目了啊，因为这黑棋先手交换嘛，算成他画了一招棋下成这个结果，接下来的定型一定是跨完了几都是先手，黑棋这块棋呢，黑棋自己得到了1、2、3、4、5目棋，对，黑棋5目，白棋呢，刚才这块棋现在变成了1、2、3、4、5、6目棋，才六目，六目减五目，本来说一个很这块白棋的棋是一目，一目，5减6等于一目，而最终最初他如果渡回去是1、2、3、4、5、6、7、8、9、10、12、14、16、17、18、19、20、21、22、23、24、25，25目，这一人一半。
24亩，减掉一亩。减掉一亩24亩，这个加下去有多大呢？24亩。太恐怖了。而且加上若干劫财。啊、太大。嗯。哎呀。心疼死了。对，看这棋倒不是说一定看特心疼，看这棋不一定是说你就希望鼓励赢或者希望周瑞良赢，确实是看见这个棋形被人家一家这个叫心疼啊。嗯嗯，看见这个棋形心疼。行，我们接着往下看。打吃，这个必须要印，这个不印呢，人家这儿有一个这个，刚才我们摆的，这个是好手，这就有切断。哎，就是打吃完了煎这个。对，这是一个打劫。打吃完了煎或者是煎都行，是个打劫。啊、哦，小煎也是打劫、嗯。两个煎都一样。啊、哦，是的。所以黑棋要补一个，那么黑棋就要吃。然后白棋断了一下。白棋断，这是先手。打吃。35、36、37就要吃。然后再打。然后再打。看到这招棋的时候，我是确实觉得这盘棋鼓励该输，他确实该输。嗯、这会儿你再来打这个，打不着了。说理啊。是吧？人家不会应你的，你放心吧。作为世界顶尖高手啊，其实这个形势怎么样还很难说。对，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个周瑞阳真是太棒了啊！嗯，他对古力简直是紧紧的盯着，紧紧的咬。我就在想，当周瑞阳下这步棋的时候，古力是不是满心后悔啊？嗯，这个棋的戏剧性这不就出来了嘛，是吧？然后他冲40冲，对，他在另一边寻求一些42办法。43，找点办法出来。44，这个跑出来。嗯、这个。其实他跑出来的时候，黑棋是可以从上面打吃的吧？好像是可以，好像是可以。啊，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呢、嗯，问题在于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算他先手。他肯定会要断他，是吗？这个好像要断吧？不断没棋啊。对啊，但是这样一来的话，黑棋是可以吃掉这四个字的。嗯、你要想吃，他完全可以吃掉。吃了贴就吃了。啊。贴一拐。他扳住。然后上面再走两下，上面走两下，再给大家看看啊、嗯，有很多变化。我们给大家介绍棋局，很多变化都介绍不完的，只能点到。比如说，飞一个。嗯，飞一个也行，不飞也行吧。哦、不走了，他反正他走不到这一阵就行了。嗯，反正他总体的目的呢，就是要通过弃这个子，把这头封死，然后把你这个子。彻底的给他照死，全部鲸吞啊，全部吃掉，对，省得你刚才让我后悔，我刚才让我后悔，对，戳火心里肯定是恼火。白棋是不是赢？我很怀疑。嗯，就虽然是可以吃，周瑞阳如果把这个切掉，是不是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嗯，但是白棋确实他就想这样下，而周瑞阳呢，最终选择了退让。对。他为什么会退让？啊，那么要强，这个棋那么刚强的人啊，可能周瑞阳认为他现在已经好了。嗯，还不错这棋，而且那样的话更可控一些，这样可能不太可控。嗯、对。这个就不知道了。那么实在呢，周瑞阳选择了这个叫吃，是吧？拐打。白棋拐打，黑棋再接。接上。那么他一贴一扳，跳，鼓励一跳，爬。黑棋当然是爬。白棋把这个断掉了。这个还是断掉了。嗯。这边呢变成了黑棋的弃子，嗯，但是黑棋呢抢到了这边的先手，非常宝贵，嗯 嗯，所以呢他把这个挡下去了。哇，他这个够狠的，全部给他一起全拽出来了。对，这个也是你，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因为这盘棋确实关注度高嘛，对，围甲联赛当中，当时在直播的时候，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刚才直播就介绍好多细微的地方，我当时就很感慨。你看像这个是长还是提，嗯，还有这个是扳还是冲，嗯，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因为很明显就没有问题，是肯定应该吃这个啊。嗯，还有就是下一招棋，白棋是贴这个还是拐这个，这也是很纠结的地方。这个是简直是对于职业高手来说，我就说如果有时间，他们最痛苦。该下哪一个？不管怎么说，他不太一样，他要先跑出去。他肯定要跑。走这儿呢，黑棋大概是小尖的吧。他后来走这个，人家就长。他走这儿我是长的，他走这儿大概是小尖。小尖，那么将来这个官子就有点不一样。哦，不同。这个官子不一样。是的。是不是啊？嗯。不知道，但是确实是不同的。嗯。不知道，很有意思。这个周瑞阳和古力他们这个棋，哎呀。他实战是贴在这儿的。贴。然后黑棋长一个。黑棋长。现在你已经靠不断了，靠不断他几先手，这个真气人。哎，行，那只有打着打着只有提啊，这个提也十目朝外吧。不管怎么说，我要把这三个提掉，提掉好歹看到目数了。就是、对，这个他挤掉了。周瑞阳挤掉，
现在立刻挤掉，说明周瑞阳认为确实黑棋赢了。嗯，他认为，因为这个新的中国棋圣这个名头不是啊白来的、啊，要不然呢，如果是劣势，他这个棋应该保留。对，如果劣势他就没什么好挤的嘛，他不挤，人家还能靠的，就是靠不断，这不是靠不断。嗯，长这也是很清楚的。然后贴贴，现在呢，就这个地方被紧着气了，白棋当然要去吃，黑棋增加一些子力呢，中府他觉得是不是缓解这个白棋对他可能的压力进攻，嗯，然后一路收官，应该是黑棋就可以了。对，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那么白棋就是先搬，嗯，必须要打，断一下，就要吃，还是得补，接回去，要不然被冲死了，这一口气就打死了全部。对对对对对，嗯，是，是补的这个吗？对啊，补的这个，接上了。好好好，嗯，补上，让黑棋跨，跨一个，嗯，接上。黑棋跨接，黑棋再冲，这个棋挺好啊，这是另外一条战线，不见得是这个正规军的歼灭战，但是它确实是很好的一盘棋。好，下成这样的时候，鼓励暂时不走了，是吧？在这儿要就继续纠缠他，纠缠一下，是这样吧？对，是的，纠缠就是这样。那黑棋周瑞阳搬，白棋再断断，嗯，黑棋挖吃，这段黑棋必须用一个苦肉计来处理。嗯，叫吃他叫吃，有点痛苦，就是这个不提了，有点痛苦。这个提了的话要死了，这人家藏在这儿，嗯，麻烦了。嗯，所以他要反吃，把自己先跑出去。嗯嗯嗯。但是只要能跑掉就是胜利，他觉得。哎，跑这个跑落荒而逃，但是毕竟能够逃啊，是吧？跳刺杀，接上。然后还是要把这个吃回去，不然这块钱没活透，对，吃，提掉是吧？对。然后黑棋下一招跳，跳一个收官，嗯，在这儿挡住，尖住，对，这个必须单尖。嗯、然后黑棋下一招棋虎，对，这招棋虎，这招棋虎是有点问题的。嗯。那么走这招棋之前呢，我们是不是有时间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啊？嗯、对，可以。因为这个地方叫吃叫吃，将来如果立到这儿，这三招棋黑棋都要补，全部都要补。所以白棋的目数没黑棋的目数没有看上去那么大。嗯。那么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块黑棋大概算十二目左右，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基本上能算。二三二四二五二六，这个它是先手。二七二八，三十八四十四二四四四六四七四八四十九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嗯。六十一目肯定是，没问题的哈。白棋的上边呢是一冲完了之后是一二三四。五目棋算他五目棋、啊、就是一冲一接是先手，对，然后哪怕搬了他也做上面也有四目加一目，对，所以这块棋白棋是五目，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个算一目，嗯，十八十八，然后二十八二九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那盘面有十目朝上，黑棋留十六十多十目朝上、嗯、但是这段白棋暗目有一点，嗯，所以其实下到这个程度，因为中间也显然出不了人命，对啊，你要想吃它是不可能的，想吃不，因为它两边都有头嘛、嗯、同时现在还该黑棋收官是吧，对，还该黑棋收官，就是黑棋再一收呢，本来有一个追求，我觉得是很好，这个图呢如果我们有时间就摆给大家看一看，嗯，还可以、啊、还有时间就摆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周瑞阳呢下了这一招，对，他是不是最大的官子，但是多多少少兼顾着黑棋一点点吧，也可能读秒了还是怎么样，最后因为形势判断啊，他觉得形势已经赢了，所以下得稳，嗯，要不然呢，我觉得这种棋是点一个啊很有意思的棋啊，至少是严实打将啊，也不怕浪费劫材，这个你说他一点这个的时候白棋也很我不舒服，不知道对，我有点晕，我这看着首先你不能接，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能接，如果接的话被人家搬瞻，首先已经先手了吧，搬瞻已经先手啊、嗯、是不是啊，那已经亏了啊，而且搬的时候说不定还有几吃，你对啊，还有几吃，当然他现在劫材是一个情况啊，那点的时候他会不会他最强的是这个最强的，我恨不得走这儿，恨不得走这儿，对，走这儿不行，但是我觉得走这儿他吃好像这个棋味道挺怪，这不行，我觉得味道挺怪，挺不行的，这好像不行，这只能这样打，而且实在不行他待会儿一拉回来，你也没有，他也没什么大哦，我可以这样打吃，
可以这样打，但他至少这样是他提调，如果打掉棋了已经度过，度过打劫了，又打劫了，不一定不行，就是说有味道，但是不是肯定啊。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瑞阳要来走这个，就他认为这个棋赢了，对，赢了。此外，第二个变化就是你一点，他就团这个，你再吃这个，他再夹着吃，夹吃，夹吃，这样就没棋。对。但是他下一招很俏皮，他的官子本来就大，他挤这个，你几乎只能走这个。对，团的时候他挤这个，单立一个，哎，这不是好棋哈。对。因为他接上，接下来他可以立这个，然后等你接上的时候，我一路拐回去。这个妖怪。是想要拐回去。对，这是个妖怪。这是个妖怪啊，反正这个味道有哈。嗯。总而言之呢，他每走一招是打一将，又不亏。如果下到这儿，假设能下成这样的话，等于他这个地方联络比较没有那么铁嘛，嗯，是不是啊？后来他用一个方式补了一招，这有一只铁眼，这个地方贴在骨头边有半个眼就行了，还不要说他周围都是连上的，这样呢，中间的官子他不会亏。而且他这个跟刚才挤了单吃相比较的话，这人家打掉已经有可能以后会成两目的，对，他已经便宜一目墙了。已经便宜一目墙了，因为他走到这可能性很大，你万一没走着，人家这班章都是先手，对，可能。所以说了这么多呢，就得说这个地方解释周瑞阳他水准那么高的，为什么下了这个呢？就是一个是判断，第二个是情感，就是判断绝对赢了，情感就说不要跟古力添乱了，对，不要去弄了，就已经赢了，可以了。其实这个后来在最终的结局当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就是怎么呢？是的。第一，他们小学，我觉得他们下得快啊，反应快，一个是计算算得快，是。最基本的是什么呢？他点目点得清楚。那他数得很快。啊、嗯，我们经常说点目点得清楚，等于你兜里有多少钱你都不清楚嘛，拿出来数一数就行了嘛。其实这个在围棋盘上很难呐、对。就是你要精确到一目，很难，我的体会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需要技术的，因为有些地方的定型你不知道它接下来会下成什么样，你是怎么数目呢？你得知道它接下来双方最佳定型是什么样，所以说呢你才能把这个目数清楚。还有一点呢，你要抛弃你情感的因素，因为有的人数目，我们当然可能大部分棋友都有这种感觉，数的时候总想给自己多数两目，哈哈，当然这个情感因素要抛弃掉。你说的很对啊，大部分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从过去还是职业还在下的时候，就经常是这样，总想给自己多数两目的，就是情不自禁的自己的东西就是多一点，人家那个就总觉得少，真的。所以这样就会导致你的判断会出现误差，失真啊，是这样，就是。所以这两个因素都是最重要的。对、啊、那么后来呢，就是他们这职业高就顶尖的高手啊，都是在读秒的情况下，全局的目数，最后半目胜负、单片劫这些清楚得很啊，那肯定数得很清楚。所以他一方面计算劫财，一方面制造劫财，一方面呢又把目数搞得很清楚，就是大概超过90%的情况都是这样，偶尔有这个目数错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我们看棋的时候啊，往往容易忽略。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数目数得清楚，这个也是生产力，对，这个很了不起。而且是他数得很快，那么后来我们才能够理解呢，最终这个周瑞阳是那、最终一个戏剧性的结果啊，他很清楚，然后还是赢了。对，而且他赢的这个其实以这个结果来看是很微弱的优势，就是他黑胜是3/4，但实际上呢这、还是有些差距的，因为最后呢就因为没办法给大家摆完了，白棋他做出了一个单片劫，并且靠这个单片劫撑住了，也就是我们说的传统中的传说中的这个打劫收后。哎呀，这个打劫收后的中国规则，这个是最棒的啊，没错，最好的，比这个韩国、日本那些规则好，非常清楚。对，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它这个都是面积，既有建筑面积，也有居住面积，还有公摊面积，都是面积。不能把这个最后的单关给忽略了。对，就是说。所以说呢，白棋呢，他依靠这个打劫收后，但是他依然输了3/4。那么也就是说是什么情况呢？盘面实际上是10目，如果是盘面8目，白棋打劫收后的话，那么黑棋就要输1/4了。对。啊，所以说10目的差距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多的了。对，之后的他这个棋局呢，就给大家用语言描述一下，就是还有好多单关，但是全世界的劫财确实是古力多。对，他自己造出了一个单。对，造出个劫，确实他的劫财也多。但是是不是就肯定比周瑞阳多呢？这个周瑞阳在
这个瞬间算清楚了之后，劫都不打了，就让你沾接收后，一路就填单关，就填完，就还是该沾就沾就完了。我觉得这个呢也很好。嗯，没错。要简单回顾一下，其实这个棋还是非常漂亮的一盘棋。对，好，那么今天这盘棋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感谢两位讲棋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棋行天下，棋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